佛教呢，常常劝人不要有分别心，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分别心却处处可见。例如，企业求才的选择、入学考试测验以及选择适当的结婚对象等等，这都是分别心的例子。那么，至于佛法所说的分别心，是不是有所冲突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一个名词啊，就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解读方法或解读的结果，所以语言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意见的观念的工具，但是语言不可靠，因为同一个名词啊，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解释法。就是在佛经里边来讲，讲无分别，究竟是大家都一开始就无分别吗？做不到的。开始的时候是要从有分别，然后才能够达到无分别的程度的。好像是这佛法讲要讲无我无私，实际上我们中国人都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那么无我可能吗？所以一开始是无我的，一开始是就是无私的，那连修行都不能修，就连本来就没有了，那还要修什么行呢？那种没有啊立足点，也没有啊着力点呢。所以无分别啊是从有分别开始的，不要一想到无分别那就说什么都不要去啊这个去分别了。那无分别比如说父子是两代，你是无分别，儿子就是父亲，父亲就是儿子咯。这子弟的太太或人家的太太，那无分别的话呢，就是人家的太太就是子弟的太太，子弟的太太就是人家的太太咯。叫做无分别的话，如果是子弟的钱就是人家的钱，人家的钱就是子弟的钱了咯。如果是这样子，不是天下大乱了吗？没有这回事。所以佛法分别非常的清楚的，善与恶，多与少，长与短，大与小，有与无，分别的是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做恶有恶报，那这做善有善报，这不是分别吗？还有说凡夫和圣人，众生与佛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如果是讲平等的就不要修行咯，那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咯。所以曾经呢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来问我，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都是佛对不对？我说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听到说众生与佛是平等的。我说这句话是啊佛教徒讲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问？他说那狗就是佛咯，蚂蚁也是佛咯，那个老虎也是佛咯，狮子也是佛咯，苍蝇蚂蚁蟑螂全部都是佛咯，那你为什么不去拜那些这个蟑螂啊苍蝇啊蚂蚁啊，你要拜什么释迦牟尼佛呢？哎，我说你错了。我说我们佛教讲啊说无差别，是讲的呀理上的无差别，也就是最后的无差别，而不是啊现象的无差别。现象界啊凡夫就是凡夫，众生就是众生，圣人就是圣人，佛就是佛，不是啊完全一律的。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释迦牟尼佛虽然说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甚至于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就说啊，真奇妙啊，世界的所有一切众生、啊、都具备着佛的功德相、啊、但是他在成佛之后就四十多年的时间、啊、是辛辛苦苦的到处奔走，就是为了度众生、啊、使得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不是矛盾的吗？既然众生都有具备、啊、佛的功德相，为什么他要度众生？因为众生虽然具备有本质上的功德相，可是现在他不是佛啊，还是众生呢、啊、因为被烦恼所困扰，他现在还是众生，因此还是要用佛法来救济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从、啊、烦恼之中、啊、解脱出来以后呢，再好好的修佛修慧、啊、而能够成佛，并不是说一切众生就已经成了佛了。这个道理也很容易懂、啊、凡是、啊、公民、啊、出生之后基本上都可能有被竞选，或者是自己去竞选，或者是有被人家选上啊，成为一国之主、总统的身份的。但是不一定呢，每一个人长大以后到此为止都有资格、都有可能做总统、被选或者自己去竞选，这就是不平等了，这就是有差别的，也就是有分别的。因此呢，分别啊是必然的现象，没有分别的话，那不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了吗？所以佛教徒的世界还是啊非常有秩序的，秩序井然，层次分明，一层一层的向上修行的这个内在的经验的层次也是一层一层的向上进阶的，到最后解脱了、成佛了，那就是无分别。无分别，这是一种啊修行积果的经验，而并不是等于说一开始就不要有分别。阿弥陀佛。